那不是高级，是高级餐厅啊，是高级餐厅。谢谢追踪。对啊，所以你把到用1000点把杯把到了醒杯之后，把一半刷给我，你就可以吃卢斯葵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時間は流超れてる。贵啊！25歳を過ぎたらさらに加速。奶油，你再这样子，有够贱的，真的很可恶，坏死！超坏！Hello Snowy，好久不见，Snowy。总要有一个理由去吧，谢谢追踪。秋葵还比较省。嗯，坏不管就不管，一直在那边说。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，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。谢谢奶油这么善解人意，好吧。Hello Sky 哥哥。Hello Mike。跟李玉芬对戏的 Sky 哥哥，你好。Hello me， 谢谢 Peter 追踪。我吻过你的脸，你双手藏在我的双肩，感觉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。每当我闭上眼，我总是可以看见，实心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。我吻过你的脸，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。祝福你过得好一点，断开的感情线，我不要做断点，只想在水。谢谢追踪，谢谢帮我分享，追踪追踪分享。帮我分享啊！追踪完要分享啊！静静的陪你走了好远好远，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。那就是该娶回家的那种。谢谢你，Hello C A。下午好，今天台北是不是热到爆炸？今天新竹完全是热到爆。Hello， 爱四。记得帮我分享、追踪、追踪分享，热到爆炸。好像今天就是温度最高的城市就是台北。刚刚新闻有说37度吧，再来就是马祖，每个地方都很热。那下礼拜，不是下礼拜，礼拜五好像有封面会来，是不是就会30度？过几天会比较冷一点点。其实也没有冷多少，就是降温点。记得帮我分享追踪，追踪分享。礼拜四开始是不是？礼拜四开始。
亮亮亮亮什么？头发好像有东西，哦，接发啦，亮亮的而已，就是个接发。谢谢喜欢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追踪、追踪分享，好不好？现在应该大家都想待在办公室，不想要出去吧？热死，热到没吹冷气真的会翻白眼。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。风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一切新鲜，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。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谢谢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作剧、哦、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。我任性投入你给的作剧，你给的作剧。好啊好啊，记得帮我分享，我会更好。谢 ，Water， Hello 霸气男人，感谢分享，还可以拥抱，哦，还能拥抱，哎哎哎哎，什么哎？怎么了，大王？自己花钱陪我去吃，你说什么卢思奎啊？说到爱情，你总是会这样，我还要花钱。可眼神里明明藏着某些情绪还在闪烁，感情的路有人牵手，就有人挣脱。我们都明白，却都没说。终于懂得，爱情需要太多巧合。因为了解，所以分开，是大多数爱的结果。